我看所有的人拢聚集在遐，是讲无影响你啊，做老嘞。哦，我今摆你做的可以吼，叫做收进命膜。收进命膜，嘿，收进命膜。那为什么在这个仪式里面要收进命膜？就是说，命膜刚刚看得出来抢一个香炉嘛，对，哈，就是说，因为我们人会有很多的欲望、贪心啊，然后占小便宜想法嘛，嗯，所以你们做这个教的功德，就是那个香炉，就是象征我们做这个教的功德。哦，那个命膜就是要来把这个抢走。哦，他想要把就是占便宜啊，他想要把整个功德抢走，好处都拿去啊。对。哦，对啊，就是，然后道长就化身成天师，要把这个功德抢回来。那我觉得奇怪，为什么这个科仪，因为大家其实进不来，然后这个科仪主要的用意其实也不是给大家看的，对不对？它其实重点就是要把这个白沙屯这个境域啊结界住，让这个地方变得很干净，不会有外面的这些邪祟在跑进来。那为什么在庙里面不是去外面借结界？因为庙里面就是一个神圣的空间，这就是小宇宙对应我们这个环境的大宇宙。一般这种法会的可以都是在庙里面，但是都看不到的，就是很感恩这是有拱天宫然后妈祖婆的帮忙，所以我们才可以进去记录。除了说有一些可以，就是像这次很特别的是看到一些就是好像戏剧的可以，然后看到德丢啊，还有那个拱天宫里面的比较重要的干部委员，他们就是真的是一场接一场一直在做可以在祈福。然后因为像比如说我感触蛮深的是那些委员们其实都蛮年长的，就是叔叔那一辈的嘛，然后他们就是可以站着或者是跪着，然后维持很久的时间，然后休息的时候他们就哦幽声啊不会听啊，但是休息时间结束哦他们还是就去拿着香或者是拿就在旁边拜拜。然后我觉得蛮感动的是，不管是道长啊，或者是这些委员们，当然最终的目的就是希望疫情赶快过去，然后一切都平安顺利。就让我想到说，也有一群医护人员或者最前线的防疫人员，就是这些人都是我们看不到的，但他们都在为了这个疫情做努力。就跟庙里面这些做法会的人，我们也都看不到他们在干嘛，但是我们知道他们其实。大家最终的目的就是希望一切都可以平安过去。为什么突然全部上去了？哦，因为今天我们要做的叫做登棚拜佛，它就主要就是说，我们做了这个法会嘛，然后平常有些庙会建议做建教，那我们就是趁这个时间，最后的这个时间，要去跟玉皇上帝还有众神去禀告我们这一次建教的功果。而且我刚刚有看到那个德六他们啊，也是在下面，很像就是演了一出戏这样，然后每个人拿了一地跳下去，伞上面有那个八卦跟大。对对对，他那个就是他叫腾云驾雾，有没有？你看他有一些符令啊，他登那个台都要过去，他都是要表示他是我们是从凡间到圣境，在就是到了一个不一样的地方，到了天庭去向玉皇大帝还有众神去禀告，所以你也可以把它当作是哆啦 A 梦的直升机，然后要飞上去。哆啦 A 梦是主厅主厅顶，刚刚的伞是通天伞。俗语咧讲吼，人若无照天理，天就无照驾旨。毕竟吼，人咧做啊，天咧看啦。这场登屏拜庙的仪式呢，就代表这几天的科技发挥啊，差不多要步入尾声了。所以讲吼，要有一个成果的报告书啦，亲身来向上苍报告。啊，那报告的内容啊，就是这几天的自我检讨啦。希望讲吼，上苍会当满意。另外一方面啊，当然也希望上苍原谅，唔通阁降温幸运咯。
老师，我有一个好奇的所在啦，就是讲之前迄东港阎王的时阵啊，迄天灾啊，拢是咱看袂到的。但是遮无共款的是，伊会讲伊天灾啥物物件是公开的，对啊。其实台湾阁有足侪所在吼，其实嘛是拢公开天灾，像伊爱取得民众的信任嘛吼，我来传声来互新民。所以你看伊个一项一项点，哦，因为一点无新民看，一点无人看，哦。证明我有添加的东西、就是说我不会欺负神明，阿里人也可以做见证，所以用麦克风大声讲，让大家知道、我准备了什么东西，奉献给这些温布的圣众，要送传出去这样子、所以说这些的物资其实重点是要给这些兵马用的吗？对 要给上面的有神明、还有一些兵马使用嘛、所以你看他日常用品啊，各式各样的用品都有、只是说这个温船在这边也是第一次呈现，对不对？对你看他们以前没有经验，对大家都没有经验，所以就第一次啊，所以可是因为他们这里本来就有送王船的传统，所以他们会照着以前古代的鸡的一些传统哦去准备这些东西，因为之前是要送带点酒回去，这次就是要押送这些温鱼要回去。所以老师特别准备这么多东西，就是要让瘟神，然后还有这一次要所有要送走的可以顺顺利利，对不对？对，就是让他们都够用，然后就可以远离他方，都不要再回来了，就我们赶快把他送走，然后希望都祈求我们台湾都可以平平安安，世界都平平安安的。你发准天灾完以后啊，表示吼死神一到，这场白沙屯百年以来头一摆举办的送瘟的仪式呢，就伫咧众人齐心恭送之下，准备来向港口启程。的轿子在前面，然后等了一阵子之后，让温船先往前面走了，改成李妈的轿在后面阿丁为头前安尼继续行。因为吼是甲无好的温船送走，所以讲吼这段送温的过程啊，无参像妈祖婆啊廖景有两过大家的修行啊，反倒转来吼是要用上界紧的速度来进行啊。